主料：大黄鱼一条。辅料：油、盐。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这大黄鱼果然大，整鱼一盘子装不下，只能将它切成几块。第一次自己弄这个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弄，说明书上也没说要加葱姜呀什么的，我也就没放，只是自己做主加了点植物油和料酒在上面，入锅隔水清蒸了约十来分钟，出锅拎出来的成品兔肉质还是很细嫩的。烹饪技巧：鱼很嫩，清蒸十分钟足够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